世间离苦妙法，点亮众生智慧心灯。他是澳洲华人佛教学会会长，是世界著名华人佛教领袖。他是2012年度世界和平奖佛教获得者。他在2014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上荣获世界和平大使殊荣。他更是荣居2014年中国人物年鉴中100位华人之一。他近十几年来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，弘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，在澳洲各大城市、美国纽约、洛杉矶、波士顿、加拿大多伦多、新加坡、香港、马来西亚和欧洲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丹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引起巨大轰动，并为世界传媒所广泛关注和报道。他就是全球上千万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。卢军宏台长不畏艰辛，不辞舟车劳顿，每到一处一下飞机来不及休息，来不及倒时差，就在第一时间与当地佛友们见面并开始，抓紧每分每秒向世界各国信众宣扬佛法的正知正见。我们是菩萨在人间，我们就是要救人来的，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，我要让世界和平。运用幽默智慧，善巧方法，引导众生窥破阴阳，以菩萨心菩萨行利益众生，敬畏天地，知因懂果，彻底改变自己，放下执着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成佛之路啊！无数佛友聆听法会开始后，开始学会感恩，断恶修善，当下发愿，弃荤之素，念经学佛。无数佛友经由卢台长指点后，破迷开悟，脱离困苦，远离灾病，改变命运，阖家幸福。你想家里好，我今天把你毛病先捡出来了，你要对父母亲孝顺，你太太呀、爱你呀、就像爱孩子一样的。有多少人不孝顺，夫妻关系不好，都知道积极化解掉前世的怨结，都改变了，就像儿子一样照顾。有多少人在人间执着名利，都改变了。多少医学上无法医治的病痛患者恢复了健康，他平时站不起来的，我叫他站起来。多少久病卧床的残疾之人重新站立起来，多少濒临分离的夫妻重归于好，多少不育的夫妻迎来了孩子的欢笑声，多少离家出走深陷赌场的浪子回头，重享家庭的天伦之乐啊！心灵法门救度了多少的苦难众生啊！期间灵验事迹举不胜举，受益人群不计其数。心灵法门悬疑综述大型解答会，传承佛教精髓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的智慧，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传播正能量，让菩提智慧闪烁时代光芒。2017年2月，卢军宏台长将率领他的全球弘法团队再次莅临美丽狮城新加坡。届时，让我们在设施先进、美轮美奂的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内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6万名佛友一起聆听大师的慈悲妙语，感受佛法的智慧慈悲。
2017年2月18日，让我们再相聚佛光普照的新加坡，西城热忱欢迎您的到来。